亮不起来吗？我是文杰，这个位置蛮熟吧？看到，就是上回我骑人过鱼的位置。上回我还有一个东西没骑到，对于一个骑货而言，没骑到这三个字是绝对不能有的。今天跟我走。哎，扫完了吗？马上给我拿回来啊！扫完了没？现在点餐呢。锅包肉、大拉皮、酱肘子、猪肉炖粉条，两个饮料，选好了，一共126。原来他是先支付，再去取饭的，先把钱付了再取饭。门口已经有人在排队了。半个小时后，终于到我们了。第一回吃东北菜啊，翠花上酸菜。这个是你们东北的饮料吗？这个是东北，东北特色的。还有那大窑也是，大窑加冰，一个冰一个不冰。橘子是冰的，菠萝是不冰的。一个橘子，一个大菠萝，感觉就像东北版的儿童汽水啊。这个。俺们那个猪肉炖粉条，果然就是东北版的二层汽水，3块一瓶呢，它比二层汽水卖的便宜多了。这个好火，再加什么菜的话，就少做一下的码就可以了啊。这像这种粗犷版的三马粉丝啊。那酱肘子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啊，好像奇瓜。哇！好嫩呐！锅包肉。嗯，真好吃，外焦里嫩。今天甜甜的，因为这个像我们平时吃那个糖醋里脊，但是比糖醋里脊更加焦一些。哦，你把外皮去掉了以后，到底就是那种软软的猪肉，薄薄的，外面裹了一层，应该是像生粉一样吧。但是真的好吃。这个38还可以啊，这个菜，这个菜划来。这个冷面，哇，冷的。等一下，这个香菜不要。哇，从来没吃过冷面啊！东北菜还果然就不一样。好开胃啊！他把三甜的抽的，然后那个面蛮筋道。刚刚点餐的时候，那个面是冒在那个菜单上面的。然后我问了老板以后，老板递我给我做一份15块一份，另外付的。第一回吃冷面，酸酸甜甜的。北方青菜和我们南方青菜果然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肘子和锅包肉这两个硬菜不错啊。然后这个锅包肉特别好吃啊，一定要趁热吃，特别好吃。我们平时吃是不一样的，大口吃哦。这些上上来的凉皮，我觉得很往里吃啊，不对，这叫大拉皮，看起来像凉皮啊，所以我叫它凉皮了。就是凉皮的味嘛。我吃到香菜了啊！这孙悟空好有弹性啊，叫孙悟空吃面。1、2、3、4、5，今天5个菜。在我看来的话，5个菜这里有3个是主食，猪肉炖粉条，粉条是主食，然后这个大拉皮面冷面是主食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，它只有1个主食，其他的4个都是菜。南北的文化差异果然不一样。可能有啊。哦。来了。没事。在吃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个锅包肉好吃，但是吃多了以后有这个被塞帮子，看来还是嘴劲不够大。我又从开门骑到关门了，上一回是从开门骑到关门，
然后午膳错误，他这个分量太足了，这两个人点的菜估计四个人吃就够了，120加上一个15的面条，141块钱，绝对够四个人吃。吃不完的我就都打包回去吧，这个不能打包，这个锅包肉一定要两个人吃的话一定要点小份，大份的也吃不完。我们两个人吃的再把我们都叫疼了，还要剩这么多，努力把它干完它。节约光荣，不能浪费。哦，忘记说地址了，地址就在武大的西门天鹅楼鲅鱼楼口，往这个方向走2米左右就到了。